我们走吧。怎么会这样？吴子子剃度出家，这辈子不就毁了吗？我该怎么帮他？能怎么帮他？ 阿斌，我看见你了，你快开门！小豆子，如果今日你再赢得了比赛，你不光会让七娘跟着你倒霉，就连我也会跟着你倒霉的。卓大家是什么人，你也不想想。你让他丢了这么大的颜面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放心，比赛一结束，我就会放你出来。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 贤弟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什么也没听见，一定是我太忧心忡忡了，所以才会这样疑神疑鬼的。没事，我们走吧。 林少府，小豆子怎么还不来？两位太妃，这小豆子本是不入院的防疫医官，身份低微，做事从来就没有个规矩。如今，林尚佛抬举他，给他开了个先例，准他越级与我比试。可谁想到这小豆子却愈发的张狂起来，居然敢藐视两位太妃，让您二位等他，这成何体统？ 依我看，不如取消他的比试资格，以示惩戒。林尚福，你怎么看？取消小豆子的比赛资格是个好办法，只是如此一来，我怕卓大家反而吃了亏。哦，此话怎讲？ 卓大家本应该靠技艺取胜，如果不战而胜，定会有人议论他胜之不武。嗯，此话有理。卓大家，你觉得呢？奴婢听凭两位太妃才多，那便赶紧叫人去催一催。七娘这就去催，慢着，阿碧腿脚快。 还是阿碧去吧。是。来人呐！谁来帮帮我？快开门呐！求求你们了，快救我出去！救我出去！